五半分划边原住民保留地的申请期限在今年12月31日即将截止，早期教会使用的土地也放宽申请日出，原民会完成审查会刊跟分割之后，3到5年之内要将原住民的土地还给原住民。究竟原住民保留地该如何申请，遇到瓶颈要怎么解决，请收看本周六晚上7点半的部落大小声。